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兔女郎，我是兔兔狼。今天我们要跟美华姐一起出门。对啊，我好期待，第一次有记录的跟美华姐出门。但是我们也不太敢太记录她，所以我们就是记录自己为主，背景有她为辅，这样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们要去莺歌，那我们就去莺歌吧。我们要去接她。对，你还太小了，不能出门。你要当个看门狗哦，不要跟猫猫打架，知道吗？妈妈们要出门咯，晚点就回来咯。重点是我们今天要把它放在外面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啊、踩个信任制度，但妈妈有装那个监控器，我会随时关注你的。小胖，妈妈要出门咯。你要跟万岁和平相处哦，知道吗？和平相处的方法就是离他远远的。妈妈出门咯。妙丽啊，妈妈要出门咯。妈妈出门咯。不愿啊！哎呀，你一开始就开始找猫姐姐麻烦你。对啊，危险！你被揍不管哦。万岁，你这个小狗狗，小狗狗，你要乖乖的看家哦，知道吗？小狗狗，我们该出门了，乖狼。孩子们，你们要和平相处哦。和话一句平相处。今天很漂亮呢，妹妹。妈。我们在一楼，在之前那个面店这边。好，拜拜。妹妹，你真水呢。哦，我今天呆呆的。今天很辣哎。哦，真的吗？跟领口感觉。哦。哦，好辣哦。你在卖老婆吗 ？Oops, oops。出现了。哦，好快哦。放低。今天真是出游的好日子，有没有很瘦？看起来轻盈，对啊，看起来很轻盈哦。而且他穿好潮，穿宽裤哎，好潮哦，这很潮。他发现我在拍他，等一下要生气了，他生气了，快生气了，我怕。他差不多要生气了，好，赶快关起来。我买这件好像900。哦，你买就要1000。对我，为什么？你买就要1000，没杀到这样子。我跟你讲。时间，感谢我们的干妈 Anna Luisa again。每次 vlog 都有他们的赞助，他们视频的赞助，没错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。然后这次一定要告诉大家，因为我这次选的都是项链，给大家看好多项链。不瞒大家说，其实我在选这一款的时候，对，真的拍很变态。我本来在选这个的时候，我想说这个好婊子哦，我因为有爱心，有爱心，我想说我应该不会戴，然后我想说有爱心，这感觉很适合你啊。可是我那时候在选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应该不太会戴。然后结果选了之后戴上来才发现超好看，这组两条，对，因为其实我另一个还选了单独一条的，就在我身上。然后像我戴这个就不好看，真的，一定，我想我一定要加这个爱心才好看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视频很奇妙的地方。我的手链，这个手链跟我的项链是我觉得是一套的，搭一套的。今年其实就蛮流行这一种锁链状的，链子就有一种把你绑住的感觉。我们有一条隐形的绳子，对，然后我们还有爱心，这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好不好？我们会把 Anna Luisa 的链接放在下面影片资讯栏，然后他们的饰品最便宜最便宜是每件39元起，当然输入我们折扣码 Rabbit Wolf 10就有9折优惠。这是我们工商时间，然后就是感谢 Anna Luisa 让我们每次出游都有漂亮饰品可以带。对呀，那我们要继续去逛街喽，继续逛。兔子就是想要月饼，忍不住的。杯子哎，很漂亮哎。对啊，还有这种，还有这种形状月饼，好可爱哦。是我兔子，我兔子就是这样。逛逛吧。已经自动闪避了。太厉害，很厉害。对，这是一个什么呢？这个，你这个眼神有点好笑哦。要不要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这个是你们兔子族的，会有功能啊，很可爱，就是一个功能啊。
看到一群兔子就是有点兴奋。哎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两个人很常走路走出美华街。啊，我是走路过敏，然后今天太阳这么大。啊，这妹妹三凤用子有点辣哦。可以拍，对啊，门面好看吗？美华姐的爱店，对，它里面有很多普洱茶。妈妈不见了。对啊，她要回来找我们吗？她可能不在乎我们在哪里。他应该已经就是穿梭在店家里面。对，他想说我们也是大人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，啊，而且我们两个人是个伴。是不是我等一下跟他说，妈，你怎么就这样丢下我？他就说，啊，你们点不是。好啊，等一下遇到他，我会录这一段，不要太快哦。好，这是一个教室。不在乎，我来之前就已经吵着我要捏陶了，有人不让我手拉胚。因为我就说，太好了，如果是手做的，我已经想灾难。不会啊，就是老师做啊，会做得很漂亮，但是就是要上色跟等两三个月回来取件啦。我跟你讲，一定会让你超累，因为我想说多年嘛，要是你不喜欢，稍微你过了一个月之后，你才可以来拿给你做，然后怎么这么说，然后怎么是这样，然后老师帮我们上色，然后给你们很好看的颜色，他们真的太像冰跟这些粉红的颜色，然后就出来就是深蓝色，这是我小时候国小的记忆。可是跟你拉不一样啊。你就想说，哦，好累哦，竟然还要再来，残忍，怎么好像也还被拒绝。好啦好啦，我们之前还有木雕过，也是一场灾难。没有，你雕得很漂亮，老师称赞你耶。个超可爱的瓷砖，我们决定要布置一下我们的家里。然后它有四个款式的字，然后我们，你说你喜欢哪一个？我也喜欢这个，所以我们很有默契，是我妈来挑字的。她是说，就是拿镊子要的花纸，然后去结账。花纸？什么？所以它是纸？是要自己做的？我不知道哎。是要自己做的？不是啦，她去结账而已啊。结账，她就把它印上去，印在这个瓷砖上。还要等？不知道，可能很快吧，机器很快。要吗？啊，先看到三步骤三贴在上面，然后再来是步骤四，加工窑烤780度，重点是到三周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耐心，是我们已经放弃了。之前说那个什么陶你看，如果我们这样一起用，我们是不是下次可以一起来拿了？嗯，他就是不想跟我做，伤心。走吧，我们去买现成的好了。我想要买，这个是 3DO 系列是不是？对啊。那个，这他们叫什么 ？Kiki 拉拉，跟那个，就我说不喜欢那些东西，其他美乐蒂，然后我都喜欢这种东西。对啊，还有旁边的就是彩虹小马，很可爱。而且你看这个，这订书机超美哎。这订书机我不行啦。这是瓷的，好了 ，OK。好，好哦。美哦。好的。好多钻石哦。好的。这是兔子的，对啊，你很夸张哎，好了啦，这里还有一只哎，你要不要买那个彩虹小马？不要，不要，你确定？会后悔哦。我只想买可以用的东西，偏偏你还不让我买，你让我买那种可以摆在那里的东西。手拉胚也可以用啊，好不理我，没关系啊，他都这样，习惯就好了。好适合你哦。我适合你哦，美华姐都不喜欢这个颜色的东西。对，美华姐刚跟店员说，我不要粉红色。好多茶壶，我们就想说要买一个茶壶这样。我老婆就想把我茶壶换掉。我就想把她茶壶换掉，我觉得那个透明的很好看哎。哪里？真的哦，这整个橱窗里就那一个透明，你还看不到？因为它透明的时候我看不到啊。我现在旁边绿色很好看。你就想看这画很，真的很不 OK 哦。我眼睛不好，来回去带你吃红萝卜。红萝卜，吃兔子，兔子吃红萝卜，狼吃兔子，狼间接接收红萝卜。哦，为什么这么气？You know？
怎么样？我就想说我哥来了，嗯，想说人呢人呢，嗯，然后老师说，有啊，刚刚美华姐又走回来啊，前面那个是你哥啊。然后我说人呢人呢，然后他说有啊，你妈前面那就是你哥啊。对啊，走过去了。他在吃东西。那不揪呢？他没有揪。赶快啊，我们去吃东西啦。他不揪。好，我们自己去加入吃他们的东西，好好吃哦，我们也去吃。他们在吃刨冰，我们也去吃。他们在吃刨冰，走啦，我们继续吃啦。走啦，然后我们在说，他们在吃起东西，然后不揪。对啊。然后我们就想说啊，远远看到臭豆腐，然后这大热天他们吃臭豆腐，然后我不要吃臭豆腐。结果一靠近，他们竟然在吃凉的，就愤怒之气。嗯，然后他不讲，他们不说啊，前面有豆花，前面有豆花，要不要吃？是凉的，不要吃喽，不吃喽。他们不说前面有凉的，你们要不要吃啊？不吃喽，他们就要默默吃，不吃喽。说话吧，有一句台语的谚语叫做“嗲嗲嗲嗲挖工”，就在说他们。算了，他们平常对我很好，所以我就不计较他们做的事情。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，狼是完整动画派，我是角碎派。然后从认识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奇怪，什么动画就碎这样。对，我说为什么动画就是自家动画怎么都碎碎的？就是有一个家伙趁我不注意的时候，把动画全部弄碎，暴怒说你要吃你就切一半，那一半弄碎就好，留一半完整的给我。大家可以下面留言跟我们说，你们到底是豆花搅碎派还是豆花完整派？我跟你讲，真的两派都各有人。然后继续吃豆花了。嗯嗯、一看到哥哥，马上就开始跟哥哥抱怨。咱们的速度真的是迅雷不及掩耳啊！你有想要买什么吗？没有啊，就是逛逛。想要买漂亮的东西。但你可能会买一面镜子回家。竟然有水晶店，不好意思，我要进去了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啊。好、哦。我妈刚才很那个的说，真的把哥哥当成工具人，你有听到吗？然后看一下我哥走上哪了。有砂锅重的那一种。那我们刚刚影片其实很早就结了，然后一直大家看现在天空已经变暗了，天色都已经暗了，然后我妈还出来，而且刚还是我哥打电话给我。对，妈妈一接电话，啊，我要下去了，我要下去了。对，他就是代表他自己心里知道，心知肚明。嗯，好啦，让妈妈开心好不好？好，回家，回家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下面有那个 Anna Luisa 的 link， 如果喜欢他们产品的话可以去购买哦。嗯，好啦，先要说拜拜，拜拜。